医生为一位少女矫正骨架，两位小宝宝正在照着紫外线灯，医生正为他们消毒，几位医生在做截肢手术，看到都可怕。小编以为在蒸桑拿，一百年前能做起得起这个医疗技术都是有钱人哦。听说是最早轮椅的原型，一群精神病人用包裹着被子做治疗。早期的假肢造型模型已经出来了，防化服吗？小编也看不懂。